江湖，江湖纷争，蛋黄派师兄妹两人替师父报仇，识破千面魔王的离间诡计，为武林除害。江湖纷争，蠢出一人号称千面魔王，此人残暴歹毒，为祸无力。蜀山派、崆峒派等各大门派均已沦陷，江湖上各路人人志士纷纷出动，准备为武林除害。一场血雨腥风即将拉开帷幕。冷静一点，你这么拍的话会把师父拍醒的。拍醒了不更好吗？疼。谁在说话？明人不做暗事，出来出来跟我一决高下。是为师我的灵魂刚要升天就被你一掌给拍下来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师父，我也真的是悲伤过度啊。师父，你到底是被谁所害啊？被那千面魔王所害啊。师父放心，我一定替师父报仇雪恨。师妹，冲动是魔鬼啊，替为师报仇也不是不可以。这个魔王过于自负，一定会低估你们的实力，毕竟他不知道你们已经练成了音波大法。太好了，师父，还是你足智多谋啊。哎，别拍了，我真的要消失了，徒儿们切记，只有你们联手才能消灭魔王，切记，咱们蛋黄派就靠你们两个，切记，为师 Game over。 师父，我们一定为你报仇。师妹，我累了。我背你，你还累啊？躺累了。师兄，你能着点急吗？我们还要为师父报仇呢。师妹，你看到这些字了吗？仙珠崆峒，后面蜀山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崆峒派的拿铁掌门被那魔王哐一下就给撅折了，还有那蜀山派的白蜀、红蜀、紫蜀三位长老跟那魔头大战了三天三夜，最后你猜他们三个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被那魔头给吃了，吃完了还吧唧嘴呢，可惨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是不是男人呐，怂包？我当然是男人了，我身强力壮的，满膀子都是力志，我怎么会怂呢？那走吧，我们赶路。那你背我。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你能不能有点女人样？那你告诉我，女人什么样？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。心脏蹦蹦跳，你留下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。哎呀喵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有事。你哈喇子已经躺脚面上了。姑娘，我拉你起来。哎呀，姑娘见笑了。我姓王，20岁，单身。姑娘多大了？讨厌，一上来就问人家的年纪。23岁。比我大3岁，有着小姐姐的干脆，女大三棒。抱歉打扰了。这位姑娘，你一个人在深山中做什么呀？我呀，
因为我想 C 位出道，所以我在这里苦练舞技。哎，你们俩在这干嘛的呀？哦，我和师妹要找魔王报仇。可是那个千面魔王，你也知道，就在前几天，他还血洗了崆峒派和蜀山派。哎呦，还有啊，他把那个拿铁掌门都给劝折了，还有红薯、白薯、紫薯三位长老跟他大战了三天三夜，最后你们猜怎么着？被魔王给吃了，吃完了之后还吧唧嘴。答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听他说的。哦，小哥哥你好厉害呀。小哥哥你千万不要被他当成甜点吃掉了。哦，甜点我去拿。师妹你听到了没有？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，要不然的话成甜点了。你跟我闭嘴，松绑。哎，得嘞。哎，这里有山下刚送来的飞鸽外卖，你们吃了再走吧。我们吃了，那你吃什么呀？不合适吧。谢谢姑娘。慢。怎么了？小心有诈。这白花花大馒头有什么诈呀？你不饿 我吃。哇哦，炸了。你这馒头挺硬实啊。给我解释解释。姑娘一看就是习武之人，力大如牛，刚才那馒头肯定是砸在山坡上，所以山体啊滑坡了。就你这种解释我还真信了。我吃。慢。我替你吃。哎，师妹还挺香。哎，你别全吃完了，给我留一口。我、不给你。你给我吃一口。不给你，不给你。你给我吃一口嘛。咋回事啊？放毒了，这毒药还能过期啊？哦，嘿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不给你，你怎么了？自作自受，我早就看你不对劲了，受罚吧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死了！哎呀，小姐姐。被你害死了。师兄他是魔教中人，他要害我们，我这是为民除害呀。你才是祸害，你就是嫉妒人家长得比你漂亮，人家刚才跳舞跳得好好好的，喵喵喵喵喵，现在喵被你拍死了。哎呀小姐姐，信不信有你，我们还要赶路呢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走。我不走。你试试。哎呀，你看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们还是尽早赶路吧。师妹你怎么就这么不着急呢？哼。师妹我走不动了啦，手脚发麻，腰膝酸软，谁来帮我按一按啊？哎，我帮你按啊。哎，停！悬浮祭祀，药到病除，足疗推拿，童叟无欺，要不要来给你个八折啊？你需要的话，零零哦，零零哦。你们二位为何出现在那个深山老林当中啊？我和师妹要去找魔王报仇。你们说的那个可是有点帅气的那个千面魔王啊？哦，我是听别个说的，那个杀人魔王啊特别凶残，一个撅舌了吃了仨，吃完那还吧唧嘴。既然你们两个都晓得，那我就劝你们赶紧下山。不劳先生为我们费心，我们要为师父报仇，生死以置之度外。明知山有虎，你比虎还虎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了，一定是腿很累了，先生会推拿，他帮你推一推。哎呀，没得问题，推拿我在行啊。
我给你好好摁一下，送你们上路。你说啥？哦，我说好好地给他按一按，然后送他几个按摩项目。好好好好好，哎，我脖子酸，好好给我按一下。好，嗯，啊，用力啊，用点劲儿，嗯。你，你笑什么？快，先生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那个驴儿嘞，力好狠呐！我死了！哎，先生，你怎么又把他捅死了？我只是吓了他一下，他是自杀的。自杀？你当我是傻瓜呀？师兄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还要狡辩？好，那我就跟你恩断义绝，将你逐出蛋黄派。师兄，师兄，你等等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走错了，走这边。走那边。走这边。走那边。真的走这边。走那边。谁在外边吵吵闹闹的呀？哦，老大爷，啊，失礼了。我们行侠至此，来自蛋黄派，久仰大名。可是二位为何来此啊？哦，我们是……难道你们也是来找那个千面大魔王的？嗯，我听说呀，他先灭了空同派，后面灭了蜀山派，然后把空同派的那个……我们什么都没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魔王寻仇的呀？我要是说我看面相猜的，你们信吗？我应该信吗？哎，大爷小心，大爷小心，我们不是来报仇的，我们只是路过。哦，路过呀。 那你们在路上看见一男一女没有啊？我女儿去给我拿外卖，我儿子是个江湖郎中，他们走了好久都还没有回来呀。师妹呀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啊，你说你捅死人家儿子，拍死人家女儿，你这是要让老头绝后啊？师兄，你听说过西游记吗？行，你个大西瓜呀，赶快跟人家解释解释。我大爷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你拍我？师妹，闹够了吧？你看人家一家三口好好的，你这是要抄家呀？师兄，你脑子塌方了？这么明显他是魔教中人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我看你才是魔教中人啊，你是大大的魔头。你，我恨你。好自为之吧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啊，你是？没错，我就是江湖上臭名昭著的千面魔王，简称面魔。怎么样，意不意外呀？惊不惊喜呀？刺不刺激呀？太刺激了。哎呀，面儿，师兄你怎么回来了？师妹，我看穿了他的阴谋，哼，所以我引蛇出洞，演了一出好戏啊！你们两个小娃娃太狡猾了。你当我们蛋黄派是吃素的呀？师兄你好闷哦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闷吗？嗯，拨起来。你们俩别打情骂俏了，看招。嗨，黑胡子能量，哇咔啦，
全变身，影分身术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砰。黄黄女儿和儿子。师妹怎么样？他们太厉害了，师兄，我想这一劫我们恐怕是躲不过去了。师妹，你还记得师父临终前对我们说过，只有我们俩联手才能对付这魔头。你不会说的是那招？对，就是那招。来吧。你们学的是什么武功啊？你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你们赢了。自此，天面魔王被师兄妹缉拿归案，中原武林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